如何制止挑食的小狗子，就让他看着奖励给果果。奖励果果吃完狗粮吧。你狗粮没有吃完啊？我嘴巴也想喝。给你一个零食。不可思议地看了一遍又一遍，然后开始指着冰箱，表示他也想要吃。你没有，你没有吃完，你快点吃完。吃完了还得装个生气一下。中途手机接了个电话，他就一直坐在那里等我口令。对啊，当家里养了两只听得懂话的狗狗。果果，你把这些的玩具收一下吧。还有一个，鼻子，你先嗡嗡嗡睡觉啦。橘子在房间睡觉觉啦，你要不要去陪橘子啊？幼稚鬼，从小奶狗到小狗子变化有多大？金克林，握握手，你是我，我不是小朋友。再回头，我倒的走。果果出去玩了两天，趁果果快到家了，躲起来。出去玩了还记得给我带东西。果果，橘子见到果果高兴到起飞了。